间人情是非，谁对谁错，老天不看不听，捂住耳朵，看他筑起高楼，看他潮起潮落，微笑转身冷界，谁是朋友？纷纷扰扰几时休，该你的不必求，怎么不见水往高处爬，人却往下流，恩恩怨怨眼前过，该走的不必留，人生若得知己长相守，无愧无悔何求。纷纷扰扰几时休，该你的不必求，怎么不见水往高处爬，人却往下流，恩恩怨怨眼前过，该走的不必留，人生若得知己长相守，求。世间的代志啊，无出无路啊。有时阵啊，这个代志呢。就有一定律在嘞，唔是虾米人啊，拢会当去注意嘞，你了解吗？我真是想不通啊！就一方这么乖的囡仔，现在天公偏偏给带走。你不服是会安怎呢？就算用你的命去换，金凤同款是袂转来啊！金凤啊，就敢若甲咱这个缘分尔啦，唔接受啊，你嘛爱接受啊，啊？因为我未十岁，人生还未开始呢。我老实讲，要好好栽培伊。伊讲伊是要做老师，我拢已经准备好要让伊去读博士啊。我知啊，这我拢知啊。但是见弟啊，你也知啊，你是一家之主呢，即马全家人啊，拢爱挖苦你呢，你千万心肝内啊，要爱想开呢啊。爸，我真正不知要安怎做是好，我真正不知要安怎。好好啊吃，好好啊睏，好好啊把你的心啊静落来。假使讲你若是做袂到哩，你就去想想下，无准还阁有瑞金啊。我落的人啊，才是真正爱继续行人生迄条路。爸，基昌在外口等你啦。伊讲吼，要先载你回去休困。建廷，阿弟啊吼，我就先出去阮家住几工啊。
记得啊，你若真正做袂到咧，哪日就无法度甲伊望祝福，大家嘛无法度解脱咧。你也听着啊，你都爱坚强落去，啊？你在从啥？你哪？用一行的物件，老弟嘛无效。完啦！顶紧了，好不好？顶紧了。去做好吃早餐。
妈妈，你多放了一个碗，哥哥不在了。妈妈忘记了。好好，爱较乖哈。好啦。爸爸载你去学校。不用了。伊拢甲同学做伙行落去啊。伊家己坐伫街路行，我袂放心啦。来啦来啦。又不会很远。不行就是不行，来，爸爸载你去，过来。为什么不行？以前就可以。不要问那么多，过来！阿姐，爸过来领我。咱爸做好功课，咱才开车做回来等。阿大姐。去银行办代志啊！这建成哦，是嘛变得真敏感的，讲唔敢好囡仔家己行落去上课，我惊会出意外。其实看伊安尼哦，大人艰苦，囡仔嘛是歹过。一个岁啊，日子过到安尼，我嘛唔知要哪甲靠扛啊。起码讲啥拢无效啦，咱若是有时间。去陪因较实在。歹势啦，啊，迄行员动作足慢的，我今日等伤久啦。爸，功课还袂做好咧，遐赶紧要创啥？休息啦。啊，奇怪，进前毋是拢几乎咧走银行，即间乃是你去？啊，难道去印尼啦？啊，进前开的一挂票啊，拢到期啊，需要我去处理啦。几乎去印尼哦，我乃无听你讲过。哎，恁姊夫迄个人常常咧变来变去，我想讲哦，等确定了后再甲恁讲啦。伊去遐创啥？啊，都讲什么去投资啦，我也唔捌啊。哟，啊姊夫去到印尼遐投资，应该赚袂少哦。连本事拢赔入去啊，摕迄个空包，迄个空，只好人做头疼。啊，即马咧，有咧想办法啦。啊，规去叫伊转来开计停车，毋是较好？拢到这个地步啊，嘛唔惊恁看笑话啦。其实迄台车哦，早都已经卖去啊，啊卖的钱嘛摕去做投资啊啦。卖车去投资，安尼就唔对啊啦。大姐，后摆有啥物代志哦，先等下大家小参详一下。是啊，先听看卖大家意见，才会做决定嘛。哎呦，啊每一项都有每一项的代志，都爱无用，我无想要麻烦恁啦。咱是兄弟姊妹，本来就应该互相照顾。你莫安尼想啦。你妈哦，给你炖一锅煲汤苗，你吃。好胃口，加减啉一挂啦。啊无，伊人会无气力。嘿啦，坐坐这挂啦。姓康的啊，我今晚什么拢吃袂落。啊无，你来去倒一下。苏进公，其他的代志，因家底也处理了。
小狗。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走，我是要跟你走，我是要跟你走。啊！你要跟金鹏走？这个话你也敢在我跟恁爸爸的面头前讲？好啊。我跟恁爸爸吼，嫩瓜茶已经嫩一半较鸡啊啦。你今仔讲这段话，你实在是足不好的，你知无？你莫安尼讲啦，你讲迄落话，阿含是顶到加艰苦的。金鹏嘛是阮的孙的，我嘛是唔甘啦，阮只是无讲，是惊你会伤心。我离婚了。你若无爱互阮烦恼哦，你得爱把家己照顾好势啦。这汤哦，就叫食寡。安怎？我讲的话你想听的无啦？银凤哦，虽然无去啊，啊，不过你有这个家啊，啊，佮有三个囡仔照顾呢。你家己毋得爱较勇敢呢？好啊啦，啥物都免讲啊，即马听妈的话，去面床躺一下，有听无？小华，你没有事啊？你身体怕坏？没关我，给你困。你这么手啊，拢在喘啊，没个事啊。即马卖写，你先去困，明仔要写，明仔再写，好。好，先休困，先休困。
小华。小华。小华。你要没？好，卖你家了。来，看，小华，金鹏一听就听，卡车遐尔大台，遐尔细，伊要哪会哭咩？车甲弄掉的时阵啊，菩萨都已经带走啦啊！别听啦，别听啊！别听。真好听到位，过得好好。天亮时啊，这个无人识的所在，一定足孤单，足可怜，足可怜的。我嘛就唔甘的，吼，我嘛就唔甘的。阿哥相信菩萨一定会照顾伊，哈，你该交菩萨的话，好。什么都不负责，又无啥物件，一定要把他们，一定照顾好，别惊，不要，我袂当好我的囡仔。我真的太讨厌，太讨厌了！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啊！这人个性遐尼好，想看到伊拢会足介意的，对不？啊啊！不管去倒位，拢会蛮照顾的。我无啦，我无啦，我家己去闹，我家己跳。志宏，志宏。
要去倒位啊？我们要去公园玩呐、啊。啊，去公园哦，走路就好啊，别骑脚踏车啦。可是骑单车比较好玩呐、啊。不用的。拜托了，妈妈。好啦，无恁较细腻哦，一定要较细腻的吼、哦。好，谢谢妈妈。出来！不能骑脚踏车。有听到吗？不能骑啊！你啊！你妈妈喊你要判哎。你听好啊，这以后我看到车不准骑啊。你要创啥？君，妈妈，我把厨房擦干净，也把碗洗好了。你不认真读册，写功课，走来走去做啥？进去。以后各个物件不准叮当，听无？可是我每次看到你们哥哥的东西，你们就会伤心难过，我想把它。无你的代志，你听好啊！你就做一个好学生啊，成绩考好，还有啥？可是我是好学生。你考啥？怎么敢考啥？我是好学生啊，每科都考100分啊，但是爸爸都没有知道。妈妈知道你很贴心，也很乖啊。爸爸也知道，所以他骂你不是因为你不好，是因为他很想念哥哥。所以你要理解爸爸，体谅他，不要跟他生气。我只是想把哥哥的东西收起来，不要让你跟爸爸再难过了。
咱两兄弟啊，敢那真久无来海边啊，晒海风啊哦。啊，以前啊，你出门就敢咧挂你个肉共款的啊。哎，想要叫你来海边啊，真哪有可能的代志啊？咱敢那嘛真久，无安尼坐落来好好开讲的。李阿西嘞，我知道因为景宏的代志，大家拢真烦恼。你会记袂？较早细汉的时阵，阿爸拢会带咱来海边啊捡贝壳。有一届哦，你安尼走的走的，脚唔知去打着啥，流血流滴，对不？我会记啊，挂一工足大工的。血流足多，迄当啊，你一滴目屎拢无流。阿爸甲我一直要叫你予医生看，你都唔呐，干嘛安尼一摆一摆啊？去捡尾啊，予你捡着一条上大粒的海螺，有印象无？迄个海螺我摕咧啊，我都甲分甲足大声的，我真正是足爱耍的，爸妈拢讲我受骗的。你迄不是皮啦，迄是勇敢，是乐观，所以真侪好的代志，拢会在你的身上发生啊。干嘛呢？嗯，自细汉哦，其实我有真侪代志想要做，啊，不过我唔敢做。未轮到你的时阵，你拢拼第一，而且代志拢做甲足好个。老实甲你讲啊，有几啊届哦。我咧心内拢咧甲你客气，真实了。啊，你即马会搁甲我客气无？大汉了后，阿兄知影，一人一款性，一人一款命。我顶多想要甲你同款，你真足厉害。咁咩遐厉害？细汉的时阵，你拄着啥物困难，根本就无咧惊啊。而且出社会咧拼事业，你嘛是安尼拼第一，而且代志做甲足好。对我这个蛤蟆阿兄来讲哦，那是一种刺激啦，嘛是我学习的模样啊。你啊，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啊。你看，只你即摆咧美容材料做甲遐尼啊好着，虽然讲是长着时机，啊，不过若无你种个性，我一般人嘛袂成功啊。看到家己小弟哦，事业做甲遐尼成功，我真正替你欢喜。咱家做事细，看事大咧做啥，咱拢看得眼内嘛。所以，莫搁厝内囡仔烦恼啊。虽然景宏已经离开恁啊，啊，不过伊搁伯俊、瑞俊甲阿弟。需要你的照顾啊！好，振作起来啊！找无位啊！我一直在找十六巷三号，啊，一直找拢找无，啊，就徛徛徛，徛咧徛咧，就徛咧遮。心袂静，有做些代志，安怎看都看袂清。既然知影安怎找都拢找无路，那也袂想着讲要转一个方向。你要找的所在，归迄边。只要转一个弯，你就会看到无同款的风景。多谢。
你所思念迄个人，已经去到一个搁较好的所在，唔通搁牵挂。爱伊，都唔通牵绊着伊，心放下，予伊祝福就好。幸好啊，讲伊真好，叫咱免烦恼。我总算有真好的消息，真正就惊伊找无路，就惊伊孤单，无惊无人甲照顾。好卡在菩萨有甲带，无回家啦，无会惊伊啦。阿弥陀佛啊！敢真正袂后悔？真宏希望咱用好好过日啊！不过这有真侪咱甲真宏的记忆。小华，记忆就是过去的代志。我相信真宏嘛希望咱用好好过日子啊，敢是？我就唔甘的。我知啊，我嘛足唔甘的。不过锦宏的永远在咱的心肝底。啊，唔过，你听我讲，今日把这个秋千放掉，是希望锦宏会用安心离开，好好去你房中迄家人遐，甲因好好过一下。安尼啦，你今日甲阿弟安带回来。啊！若无我今日得要卖钱去咱啊！嘛是啦，啊！即阵啊，日头无晒，面无晒，阿爹啊，真正不伫内里。有影，整理一了，振作精神啊！我来好好创业务呢，哈！过三囡仔去饲啊！还够一步，
算咱吃寡货哦，桂荣今天没吃遐。来来来，我刚刚开始想要买，好，我知影。哎，小姐，哪里来啊？哎，小姐，二姐。啊，你是安怎？在听。哎呦，讲起迄路口，搁是管遐看看的。安尼哦。哦，哎，无想入来食茶啦，吼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先去坐啦，坐咧休困嘛好啦，莫挂号挂到百外号，等到中昼去啊。是啊，哎，是好是歹，你老毛病啊，你甲你讲免看是。无啦，这爱看，这内样免看啊，你听医生的话吼，啊，厝的这吼家内事你唔通做甲受欠啊。嗯，伊哦是心内伤过操烦，才会变干呢。啊，囡仔拢出大汉啊，你要搁操烦啥？啊，大姊夫还袂回来啊？回来啊，搁加一笔债务。大姊为着这件代志，你老贵台莫搁讲啊啦。我讲的是事实嘛。大姊招的花啊，只拢互姊夫压入去。啊，姊夫即马家己个头路搁找无，只当甲为着钱的代志头咧无咧烧，身体哪有可能好势？大姊夫嘛是为着是要改善厝内底的生活嘛，啊，才会听朋友话去投资。干来当讲，几乎的运气较无好啦。是啊，投资啥得了啥？啊，伊嘛就无奈啊，对不？大姐，啊是吼，归去叫大姐夫啊来做阮美容美发材料一道。恁姊夫敢袂用的？伊也毋捌你这道啊。哎呦，有我伫你行啥，免烦恼啦。我是惊麻烦你。袂啦，袂麻烦。我咧讲，上重要是大姐夫伊家己本身还有一个意愿。还是讲你倒一天有闲哦，我甲恁姊夫讲，啊叫伊来遮看看咧哈。嗯，我感觉这是有需要的，我找个时间哦，甲大姐夫好好开讲一下哈。大姐，你帮我轻松哦，莫想收这個，你着好好休困，安尼身体才会好，知无？这个是我们的收据。好，谢谢。感谢你啊，那我先离开了。好，欢迎再来。师姐，哎，这么巧、啊！是啊，哎呀，这都叫做有缘呐。东西都买好了吗？是啊，明天买哦，要紧转来无用啊啦。对啦，啊，顶下我听阮大家讲，你有来阮店里找我，真歹势呢，拄好出去无用啦。没关系啦，我知道你很忙，再怎样忙，身体要顾哦。我知我知，你嘛是。好、啊，我先来等啊。好，那我走这边，我行这边。危险的啊！哦，这样开车哦，早晚会出事啊。哎，我很多客户就是因为这样啊，都会帮他们的先生多买一份车险还有意外险。嘿吼，安尼讲起来，你们就是在做保险的。对啦，保险是我的主业，我们得要先顾好自己的肚子，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啊。对啊，对。对了，你有我的名片吗？拍车我不想去的。没关系，来，我再给你一张就好。以后啊，有什么问题尽管打电话问我。好，多谢你呢。
想。